有要换人的吗？没有啊。还去啊？还去啊？那你去啊，你去啊。哎呀，我来。好。去啊！没一个人拦你。自己演了一段戏，快坐，弟弟，快坐。所有人都等着你迈出那只脚呢。我来。请听题啊，做好准备啊。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，又想让家长签字，怎么办？开始，五个字。妈，我下次改。哦，下次满分。分。来，分。下次满分。分不行，满分，哇，这也不行，不行了，我真想拿把小刀分分的那种。下次满分，可以。分，他说的是分，不是。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卷上写的时候，没有人写的是满分儿，但是在哪儿是要写一会儿是一会儿，表示时间更短一些。对，这都能给我解释过去，没有天理，王牌对王牌。我真的觉得腾哥和花花的解释非常有道理。小宋三个字，没考好。没考好你就认了呗，就是很坦诚是吧？是，两个字。我改。一个字。妈。哥，你的童年站起来过吗？上学也得站起来，在家一般好像。通用，你这妈通用。不是，问的都是惹祸的事儿。他也可以换娘，也对哪儿一。而且玲姐刚才五个字的时候是什么？我下次改。两个字是我改。词语匮乏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哄自己玩，关键是到他这儿全通过。月月，请听题：如果牛魔王加了你的微信，你会用哪几个字跟他打招呼？五个字开始。妹儿。快来！你连我是岳云鹏都说不出来是吗？你加他微信，我是岳云鹏，我黄明昊，虞书欣，云鹏，浩，我帮你们。我想抖一包袱，但是就没抖出来，包袱都在我这儿。我们这儿没有到过一个字的时候。要我命了，我眼睛都快睁不开。我来。舒心，请听好，黄明昊是金刚葫芦娃的第八娃，他的超能力是，开始，五个字。变帅，大魔法。展现魅力。三个字。分身术。起飞。滚！傻！这不怪我，是有个人在我旁边。八娃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招数呀，往地上这样子。对呀，等下我们的超能力是滚啊，没有问题吧？哎，这问题在哪？滚不是超能力，滚得比人和人都快。那就你得说滚得快。我去。